你笑得甜蜜蜜，好像花儿开在这风里。听歌手林三一零二十五日金马表演处女秀，一开头就突锤走音。卓林事后在脸书自我调侃：“老天鹅，请自动帮我消音，谢谢。”粉丝为他打预防针，留言奉劝不要打开 PPT， 以免看到酸言酸语。他回应：“请帮我炸掉他们。”引起 PPT 乡民热烈反应。PPT 又要停机一周了吗 ？PPT 当机的真相曝光了。PPT 脸书小编赶紧跳出向天后赔罪：“卓林息怒啊，还是有很多人喜欢你呢，表演辛苦了。”不过八卦版乡民可不示弱哦，求金三炸我，让我幸福死，有种又刚刚写财务啊。也有乡民以肥宅梗。粉丝场大家会喷出一堆油啦，炸肥宅油乱喷，这画面我不敢想象。不过也有乡民支持卓林哦 ，EQ 越来越高，裴姐越来越有幽默感了，我觉得真的唱得不差啊。国动新闻报道。